简单跟哥的简单跟做餐，让你生活变得很简单。那大家也知道啊，这个中秋节快到了，中秋节咱除了吃月饼、吃柚子，几乎全台湾的共享盛举就是啊，烤肉，包括蒋哥一定也会烤肉。那烤肉呢，食材很多，任你挑选。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烤肉酱。所以今天简单哥呢，准备了一些简单的食材，那又准备了我们的鸡翅，那我们来教你们如何自己做烤肉酱。而且我们今天要做两种口味，那我们开始来做我们的自制烤肉酱加鸡翅。来，在正片开拍之前，请先到YouTube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哥记得开启小铃铛。脸书搜寻简单哥粉丝专页按赞追踪抢先看 ，IG 搜寻简单哥，脸书搜寻简单哥大家庭，还有 LINE 群简单哥小家庭，赶快统统去加入，截图啦。好像也不是一个重点，我们的重点好像放在烤肉酱，没关系。来，我们先腌制它，记得先花刀开里皮哈，白盐巴跟白胡椒，然后我们加一汤匙的酱油，再加一汤匙的米酒下去做腌制。我们本身啊，好难洗啦，干净啊。我们稍微加一点油，把表皮也更加碎。好，那我们稍微的静置一下，腌制完之后，咱个来洗啦，来摆起来。OK， 那现在我们先进烤箱。好，我们预热之后，来咱改温度。那基本上我们调的温度是大概在200度左右，那时间10到15分钟，反正就是赶紧洗啦，喊我先。好，我们在等待烤的同时呢，我们先来做我们的酱料。首先啊，我们的蒜泥跟姜泥，来，再来我们的酱油，加上我们的糖，还有米酒，我们先下去。来个 good， 第一个酱料做的比较偏日式，如果加味淋，味道会比较对。但是味淋这个名家好像不是每个人家里固定会去放，所以我们直接就是教你们用糖去取代它。来，这个做起来会有点像蜜汁烤肉酱的感觉。好，今麦滚起来，关小火。啊，你也爱做滚哦。啊，外面买的烤肉酱，你其实也不知道它加了什么东西啊。那我们自己做的烤肉酱，其实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真的是用什么配方。好，你口爱回浓稠。我们给它点稍微的浓稠的感觉 ，OK， 来这个关火，来我们第一个酱料 ，OK， 来我把它倒到这边，好，再来我们的第二个酱料，来第二个我们要做的是我们的这个比较偏中式的感觉，来我们先加我们的番茄酱，那再来加入我们的麦油，这个麦芽南北杂货店就有哦，给这个麦芽味道会蛮好的，好，你们可以试，来加这个麦芽，黏住的麦芽。黏住的麦芽，好，就给它黏住吧。来，我们直接加糖，来再加酱油，然后要有一点稍微中药的感觉。来，加入我们的五香粉。好，然后我们补一点水。OK， 因为这个麦芽会凉的呀，我紧开火，你火烧，哦，伊就化掉啊。我们就直接这样下去去拌。来，再加上我们刚刚的姜末还有蒜末，好，我先把它煮到浓稠。好，你们一定要问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为什么那个要加这个蒜头，为什么不直接加鸡翅上？因为基本上你要加鸡翅上去烤啊，那个蒜头比较容易焦啦。那我们就于是直接把蒜头哦和那个切成泥哦，然后直接配到酱料里面，这样子是还不错的一个方法。好，来，你看，都够完了哈。好，来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了。来，关火。好，来，直接倒下来。好，然后我们第一碗的日式酱料，我们放冷却之后啊，来，我们就加入我们的蜂蜜。好，我们去拌它一下。好，来，今嘛，来，其实咱看起来是熟啊，基本上我们用200度左右。那每个烤箱功率都不太一样，我们大概在10分钟左右，温度好，温度烤在中间。好，你们就大概去看，其实熟了就可以了。那接下来我们要上酱料，然后把它上色。来，就那个一甩哦。好，来，我们先上我们的日式的。三支日式，来三支我们用
中式的烤肉酱。基本上啊，烤肉酱啊，我做太多了，我自己烤肉，包括去朋友那里烤肉，我烤肉酱都给走，我搞在边边。现在上完烤肉酱，我们再进去，稍微的三到五分钟，我们给它上色一下。OK， 那我们的东西就快出炉啦。准备开了，因为差不多已经都上色了。哇，整个这样金黄金黄的，多么美味啊！那我们自制烤肉酱加鸡翅完成。简单哥的吃汉堡时间，好。那我们今天就分别试吃两种味道的烤肉酱。来，第一个，来先讲来中式，来，直接来了。第一个中式的味道比较像我们一般的烤肉烤肉酱，类似的味道，但是好吃很多。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叫我去烤肉？因为他想要叫我在我自己做的烤肉酱，真的是太现实了。来，跟我来讲讲日式的感觉啊。完全不一样哦，又有加一个蜂蜜，带一点微甜，微甜的感觉，完全不一样的，有点像蜜汁哦，那稍微的那种感觉，也是超好吃。那这种东西都适用于在你任何中秋节烤肉的时候拿去当酱料。那今年如果不嫌麻烦的话，很简单的几个步骤，教你自己做烤肉酱，希望你们中秋节能烤得非常愉快。OK， 超级好吃的自制烤肉酱加鸡翅完成。讲个笑话。是世界最小的岛是什么岛？最小的，你一定猜不到。我的。超小的。超小。安全岛。哇！